这块土地哦，是2008年哦，这个新竹市有四位医师哦，还包括台大的学长，是找我父亲说要合买块地。嗯，你拗什么东西？四个拢医生，我唔是医生咯，我买块，还是我的好朋友。啊，伊就讲要招买，我就讲好啊，我甲你问看柯文哲要买无，吼。你不要讲，我都忘了还有这一块这个这件事情。你讲一个谎话，再一个谎，一谎话。我在新竹有一块地，是我爸爸一直说，哦，你又回来新竹啊，开业啊，好吧。我也承认我爸爸帮我买那一块地，你的人格已经破产了。那买农地是安尼嘛，几落白体啦，几落白体，还是那是伊家己买，不是我买。